多伦多两年以来最大的暴风雪现在持续正在进行中，大概目前累积的有20多公分，将近30公分。这就是大雪累积。不过，这样的大雪一年没有几次，顶多3到4次一年当中，算是正常的。这样的雪也别有一番风味。这就是加拿大，不下雪都还很奇怪。刚刚看到的就是铲雪车已经陆续的出动了。加拿大这种除雪设备在世界上也是很独特的，大概设备在全世界还是首屈一指，应有尽有。下吧，下吧。